这边火男直接开始 A 龙，再衍上 A， 这边的话小炮能踢出来，打的速度还比较快，相对来说，猪妹已经就位了。这边想抢吗？他在那猪，但没位置，已经来赶人了。这边龙直接被印配合火男直接打掉，这边一炸炸到脸上，太太一勾勾到了，打不过这波打微不博。溜到了。微博，哎，这不小虎这上去好像打得过呀？微博好强，什么我情况？操，全杀了呀！小虎在跳，格里菲斯也要倒吗？倒了，我三杀结束了。哎，为什么感觉这波IG 没有伤害啊？泰坦勾到这个炸弹人，竟给到 W， 为什么打不死啊？飞机关伤害了吗？是不是飞机？应该是没激活，攻不了伤害。好像飞机在偷雷，好像飞机。还应该是那湖南在建龙 CD 吗？哦，攻不了，谁都攻不了。我知道了为什么了，火男犹豫了，他闪现 EQ 的话死了。但是杀了是不是也是死了？感觉我感觉不，我感觉炸弹人杀了的话，这波应该能赢，我感觉。扛呗。哼，其实饮料还好，比想象中的好一点。好，不是他那个零卡糖是真有用吗？那零卡糖勾到了，杀不掉了呀。进六了，这边火男来了，这边想先杀一个啊，老三你在干嘛，老三？但是刘娜这边后续处理的不错。这边他在想继续粘，但这边有大的技要开大了吗？继续往前走啊，怕什么？你们两个还打不过他们两个了吗？技、啊、为什么不打呀？他我感觉怎么不跟啊？犹豫，我觉得这真没有可能死呀、啊。哦呦，太晚了吧？走，哎，别踢啊！这不是，本来一勾也没勾着。这边太太没勾到，铁男拉回来了。怎么说铁男有大？你想打你就把他点进去打呗。这干嘛呀？不是龙都撤完了吗？为什么还想踢啊？这 IG 已经 TP 到很慢，就打不了团了。这边他在中路想丢这个飞机吗？没有什么角度。哎哎，压住了。拉的是谁？这边小炮完了，虎哥。哎呀啊！别踢啊！最后一交闪现回线啊！刘翔。我别夸 IG 嘛，我在夸微博呀，大哥，微博领先这么多经济，不能夸吗？六，这边刘娜一指火男给大，这边好像死了，松死了，这边铁男一个 Q 闪配合猪妹也换掉了泰坦，这边是打了个一换一，辅助互换，这边是一个辅助的互换，是的。那火男也是掉闪了，飞机这边来到正面，小虎也在正面，这边开始 A 先锋。然后有说法吗 ？ID 这边 YSKM 来了一个小蝎子，在撇石子儿，开不到人啊。要，这句话直接点蝎子，但蝎子好像没有，不是很怕他呀。咋了？这么一个大把人往人群里顶，这边火男没给上技能，要死了。这代表被打死了，铁男。这把巅峰也没打掉。啊。好、哦、微博玩的太有点无语凝噎了。哦，哎，飞机啊，不是飞机吗？不是飞机走哦，没激活，这又开大了，关了一个 vampire，也没杀了，光这个位置还不错哦。哎，确实能随便赢，好好打团的话，正常打团的话，哎，盲狙吗？也不是盲狙。啊？嗯？这能空两炮的吗？这近在干嘛啊？就是打晚了呀，已经。没有蓝眼罩，打完了。哎呀，这个伤害，你随便 poke 一下 ，IG 这边就承受不住了呀。不吃同类，直接甩到了，直接倒地。
绑了。海鱼不太比较不腥。飞机在上路推。没喽，这把。把我奶有什么用啊？被干碎了呀，这把。主要是那波小龙那一波就已经结束了，按理来说。虽然中期 WBG 给了一点点小小的机会，但是没什么太大影响。小刘然。biang。当指没指到 West Camp 这个位置啊，这被关了直接是吗？没被关啊，在那儿呢。你感觉在地上不动？哎，小虎再来三枪点死，再跳，无敌了。无敌了，无敌了！